bad in luck. This one's all yours, Hardy. Kerrigan中尉带领部队与星灵交战，瑞恩的上尉和多克将军留在指挥船上。你先是把所有人丢给了异虫，现在又叫我们跟星灵干上一场，你还要派Kerrigan一个人下去，没有任何支援。我对Kerrigan的能力很有信心，他一定能抵挡住星灵，简直是胡扯。 Kerrigan， 你听到刚才的话了吗？我听到了，我会下去的。 Arcturus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违背他。有意思，我都不知道你会为了谁去做烈士。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Kerrigan？ 听着，我了解你的过去。我是说，我听过一些传言，我知道你曾是那些异虫实验的参与者，而Minsk救了你。 但你欠他的情不值得你这么做，该死的！我救你也不止一次两次了 ，Jimmy， 这时候你就别走什么英雄救美路线了，虽然还挺适合你的，但是现在不是时候，我可不会坐以待毙。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，心灵想要毁掉整个星球，而不仅仅是异虫。我知道是因为，反正我就是知道，我是个幽灵，你还记得吗？等我们解决了心灵的问题。 就可以回过头来处理那些异虫。Arcturus会想通的，我知道他会。希望你是对的，宝贝儿，狩猎愉快。有秘密吗，长官？我想干点什么。我想干点什么。啊！我同意。 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
CV 准备就绪，长官，任务完成。
正在进行。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。
下令，长官。我在等待你呢，首脑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命令已收到。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。请下令，长官。没问题。好吧，来吧。目的地是。正在遭受攻击。指明目标。请下令，长官，准备出动。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。没问题。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。收到了，长官。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。请下令，长官。你想干什么？长官，很乐意这么做，长官。正在遭受攻击。
收到。听我命令，准备撤离塔桑尼斯。伙计们，什么时候可以撤离？该死的托尔斯，你不能这么做。都结束了，导航员，通知舰队把我们送出轨道，快！指挥官 ，Jim，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？